我其实还是在学啦，因为第一，我可能我自己学的，我念书的科系是，我念企管的嘛，就本来对做生意有兴趣。我觉得其实没有诀窍，我做任何事情不要急，慢慢来，看清楚，然后你一定要亲身经历跟参与，因为我觉得如果你有自己了解，你有自己投身进入这个环境去工作的话，你最差，今天就算失败，你都会知道它是怎么失败的。那下一次你要再做别的项目的时候，你就知道说，我上次失败是因为什么样，那我这次应该要把什么地方改善，我觉得才会加分。我也不是做第一次就有成功，那你要把失败的例子记起来，然后投入到新的产业之后，你要去记得，然后去改变。最近啊。其实我现在做的就已经还蛮新的啊。我现在做这块投资这块，就是可以讲医美，就已经蛮新的啊。那目前为止，我是想要做房地产啊，但是房地产的话，可能我还要再花一段时间，因为我不想那么躁进。就是我觉得这块对我来说，可能还有一段距离。那因为刚好我的医美也就我投资医美这2年也还蛮稳定的，那我们也希望说它可以做得更好。所以还是大部分的精力还是在医美上面，希望它可以发展得更平稳，这样，对啊。知识啊，我觉得杂志啊，多看杂志一定会有影响的啊。然后，像我是你说我也很少时间看节目。但是有时候也会翻翻男性杂志，看一下，这一季流行什么元素，那别人怎么穿搭。但是我不会去盲目说啊，想要流行这东西，我要去买，不会。我一定第一件事情，我先回家看一下我的衣柜有什么。那这个东西也符合我们现在节目要推的，就简约的时尚。你也不要做太奢侈的一个购物的行为，因为我觉得买 OK，但是是不是有的东西必要买、需要买，你要自己去衡量。我觉得这个东西就可以让你自己可以抓到你自己穿衣服的哲学。